看一看吴海燕的点球。吴海燕助跑打门，这是一脚正向的爆杆。对于巴西女足来讲的话呢，这个球必须要进，不进的话比赛就结束了。助跑打门打偏了，这样的话点球大战结束了，4-2，双方呢在90分钟打成0-0，但是在点球大战当中，中国女足是4-2战胜了巴西女足。